近期，菲律宾反复横跳，在南海多个岛礁周边挑衅，这一行为引起中方高度关注。在近日，中国国防部曾对外表示：“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”注意这里的“必要措施”意思可能代表着将有所行动。而紧接着，菲律宾媒体放出消息，根据船舶追踪系统显示，大约有二十七艘中方船舰在仁爱礁附近集结。 其中1一艘在不断抵近菲律宾非法坐礁军舰马德雷山号所在区域，外界猜测可能是要强行拖走。第一，按照菲律宾方面的描述，在此前中方船舰很少会进入马德雷山号所在区域，而这一次一股脑十一艘船舰涌入，加上此前国防部宣称采取必要措施，所以外界才会有拖走的猜想。个人认为，拖走的可能性不大。 一方面是马德雷山号已经破败不堪，可能无法承受拖拽；如果导致后者当场解体，那中国就从有理变成没理的一方了。另一方面是对方的身份是军舰，中方船舰想要拖走，涉及很多敏感问题。如果被判定为主动进攻，对中国不利。第二，有消息称，此次中国大量船舰进入，目的是勘察航线，筹备此后的拖走行动。个人认为。 相对于拖走，耗着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中国。首先从舆论方面来看，菲律宾非法坐礁军舰在中国境内长期滞留，很明显菲律宾是理亏的一方。虽然对方坚称是因为不可抗力无法自行离开，但是也变相承认仁爱礁是中国岛礁，菲律宾军舰是非法滞留。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方利用舆论手段对中国进行攻击。其中的关键是拖走不现实。 马德雷山号摇摇欲坠，谁碰就讹谁。如果被菲律宾讹上，那么西方必然会发起疯狂的舆论进攻。第三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问题其实就很简单：菲律宾军舰非法作交已经是既定事实，那么怎么处理对中国最有利呢？个人认为，等待马德雷山号解体。从实践上来看，这艘军舰已然无法坚持太久，而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和平发展的时间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这艘军舰待着就是在拖时间，而受益者是中国。要不然，为什么菲律宾急赤白脸的挑衅，美国不断鼓动菲律宾声援菲律宾，甚至扬言提供军舰庇护？目的就是激化中非之间的矛盾，打破当前中国稳定和平发展的态势。说的简单一些，我们要善于从危机中发现机遇，而不是一味去抱怨。悲观的面对问题，只会让问题更悲观。 举一个例子，俄罗斯明明有一举拿下基辅的能力，却选择背负西方的集体制裁，只在乌东展开行动，强行拖时间。因为战争会让能源大幅度涨价，而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是主要创收手段，只要收入比支出高，那么拖的时间越久，俄罗斯就赚得越多。很多事情只要转换一个角度去看，可能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。